赶快嘛，真有爱心来关怀弱势的家机关，助心助神会，准备90份的民生物资，提供给大拿镇的低收入户。上午由镇长黄金如率领社会课教助神会人员，爱家爱户来发放，共同来送爱心。在大拿镇长黄金如的率领之下，家机关浙江神心团是拜访大拿镇的低收入户，并将一大堆的生活用品，包括着白米、沙拉油。米粉等物资赠送给住户，总共是90户来受惠。啊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对象哈，就是依照阮定公社哈，我们这个每年都有这个低收入户的总清查，所以阮是依照这个名册哈，根据这个名册，然后提供出来去做一个这个物资发放的这个根据。经过了解，嘉义县浙江神心团做公益侪年，服务范围唔呐在嘉义地区，连外县市也看会到。伫即回是主动和大拿镇公所洽谈，希望将物资留在嘉义。即啰，咱嘉义吼，县浙江的一点点啊小小的爱心啦。哦，咱即公司有后支持吼，啊，咱尽量讲，啊，咱有钱出钱，有力来出力。其他用电毛吼，咱已经拢一县一县市咧慢慢咧推动，已经也推动啊。哦，甚至甲已经甲高雄凤山去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不过因为即马咱因咱资源有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尽量咱讲啊，做钱花在刀口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尽量啊，有啊多啊，先以家己县市为主。大拿镇公所依照计收入好资料来分送90份的白米物资，并汇整到县浙江神心团感谢状，里面间含政府机关共同合作送爱心，让人看到共心做公益的力量。这是新闻单看发科杨宏大拿点彩虹报道。